今天来讨论回头率超高的车款。今天开这台车在路上，说实在的，回头率爆表。张乃廷要不要上来睡觉？我帮你推摇篮。而且他全速破风前进的时候，你只听到这样，感觉某一台车来了，真的有来到现场。现在是讲企业主回头看的车了。现在 Lexus 出了跟 Alpha 一样的车，比 Alpha 更豪华、更精致。我介绍的车可不一样啊、它会跳舞。锁定每周六日晚上10点钟，这一期综合台跨界大赢家。